9月20日晚，向佐郭碧婷的婚礼伴手礼曝光。这个伴手礼包装的特别精致，有保温杯、香薰、香槟、面霜、口红杯等等，非常丰富实用又很浪漫别致，还附赠了两个人的婚纱照，彼此微笑对视，十分高怪恩爱，显得特别甜蜜，两个人修成正果的样子甜到大家了。在伴手礼的婚礼卡片上写着一句话：感谢你们所有的爱和支持，也希望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，没有什么比得上两个相爱的人能够在一起更好了，祝福两人新婚快乐，白头偕老，早点生一个小天使。非凡娱乐是